满足、清明、平气。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太阳穴，四个穴道。啊，这个是这个是风池，这个是风池穴。疫疹在感冒头痛，啊，风池啊，这个穴道也很好用。好，我们要记下，这个有时候我瞪你两个，回去回到家里就缓解老师了。阳白穴我忘记了。啊？阳白穴在哪？啊，阳白啊。阳白在这个天庭这里啊，天庭啊，这个眉毛的上端中间，就是这里眉毛和这个发际的之间，眼珠往上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有阳白。